Hello， 早上好，早上起来拥抱太阳嘛。那今天是巧克力正式出发的第一天清晨，我们看一下我昨天晚上扎营的地方。贝贝，你还跳得挺快的啊。那后面大货车挺吵的。昨天晚上呢，在一个马路边，马路牙子出太阳了。没下雨了，好吧，现在等着朋友来。贝贝，上来。我们先去吃午饭。贝贝，你就在家。贝贝。算了，带着他吧。老坛酸菜鸡，吃鸡。大吉大利，出发吃鸡。酸菜鸡，大吉大利，今天吃鸡。欢迎哪位？本来呢是说过来给车做个保养，结果刚刚吃饭的时候一查。这边根本就没有保养的地方，算了，只有到云南过后再做了。那下午呢是准备跟豪哥一起跟他弟弟们出去露营。露营。今晚上吃火锅吧，我们去买点食材。可以啊。有房子生活过后，我的生活品质一下提升了好多呀。你说这个老天爷也是，下这么几天的雨了，今天不下不可以。早上起来的时候明明是大太阳，对啊，说下就下。今天呢是跟豪哥他们一起出发去找一个好的扎营地。今天是个下雨天，和火锅更配哦。当然，我也正好可以试一下我的户外遮阳棚。小鹿，大鹅你好，嘿嘿，看来风景应该还不错。哎，明明在南充也有很多这样的这个露营机会，为什么在南充待着就没有这种出来过后在陌生的地方待着那种惊喜感更重？出来过后一切美好新鲜的事物。我去，看来这里有个急坡，急了吧！天哪，考验我技术啦，心里有点发虚。啊啊！紧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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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我是两个螺，要是一个螺我是不是就掉下去了。我天，厉害了厉害了，我的技术已经炉火纯青了，可惜没拍到我刚刚紧张的样子。妈耶，这里这么窄，我能过得去吗？天哪，考验技
也不是这样考验的吧？哎呀！我就只能在这里掉头。真的是来考验我技术的，刚刚那个下坡已经吓得我不行了。这里看一下怎么掉，我们要翻回天海。我天哪，走吧走吧走吧，把技术在四川练好了，出去就再也不怕了。妈呀，这个路啊真的是啊好吓人啊，我的脚趾母都已经抠抠抠抠抠脚了。妈呀，看到汗水啊！对啊，看了真的背上都出汗了。哎呦，笑死我了！这边的停车位呢，确实有点难找。看一下它这个胎，已经这样了。哎，风景呢还是很好的。这边是一个水库，嗯，空气清新。主要就是下了雨，对，雨后啊，这个位置太窄了，太窄了，太窄了。邻居，邻居你好。